喂，你好，彩虹星球。我刚有一只猫过世了，一个3个月大的小猫。就想要一个骨灰，别的都不要。就是我们家那个小狗，就是刚刚死了。前任主人给它带来过伤害，到这一步，我觉得也算给它一个好的归宿吧，虽然难过。这小宠是今年4月份来到我们家的。希望他去到知春星球以后，开开心心、无忧无虑的。我是英豪，是一名宠物殡葬师。我干这个行业已经接近2年了。日常工作的主要部分的话，是一些宠物的遗体清理。然后还有一些安慰主人的工作。我们这小鼠是今年4月份来到我们家的，然后呢，起名叫鼠标，因为胖胖的、圆乎乎的，特可爱。希望它去到知春星球以后，开开心心、无忧无虑的。在这个充满回忆的院子里，我埋葬过各式各样的宠物。这是我举办的第76场葬礼。这次埋葬的对象是一只仓鼠。之前还有人问过我，就是觉不觉得就是给宠物做后事这种事情，就是没什么必要，就是直接处理就完了，然后主人也很伤心，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再遭一遍这种痛苦？这是一段关系啊，就是每一段关系都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告别。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形式都是为了帮主人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，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宠物最后在做一些事情，让他们觉得最后这一程走得很圆满。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？您发现？昨天夜里头，对，我是给他寄养的。啊。他说昨天晚上7点钟还好好的呢，然后今天早上再叫他的时候就已经在吐过哈。吐过，这边有他的那个胃液在。很有可能就是他吃的乱吃到东西，然后就食物中毒了。哦，你现在也无从查证了，除非是做检查啊。对。哎，算了，就别让他受罪了。他是捡的呀。对，说3年前在燕郊那儿，我们这儿有个库房，捡的。他还特别聪明，发现跟一般狗不一样，就是他可能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这个新的生命吧。你让他在哪儿待着，他就在哪儿待着；你让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，几乎是每天晚上他就在你旁边睡觉，他就安安静静在你边上看着你，直到你起床，哪怕你中午睡到11点，他也就在把脑袋搭在床边上看着你。你要一起来，他就特别开心。本来应该还能再活一点，再活个几年。本来说过2天你接着回去了。这个爪印是这样。然后我帮您在这个角落再放点猫。黄的白的都留点。能让他走完这个最后这一段。应该也就圆满了。不是，他这种话就这样，长得就这样，丹尼币放水里啊。之前我是做产品设计的嘛，有点厌倦那份工作了，随便上网看新闻什么的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了一则关于宠物殡葬师的一个文章，然后里面就记录了国内宠物殡葬现在这么一个流程，就是里面配了一些图片。就是有主人送着自己的狗去告别室，然后主人会哭，然后会给它上香，然后最后会火化。就是当时看了那个，我就觉得这份工作非常的有意义。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养过一只小狗，然后就有一天我奶奶告诉我说，就是小花咬人了，因为按照农村里的规矩，就是得咬人偿命，然后你还得赔人家医药费。我奶奶说小花就是要被打死，但是我当时就什么也没有做，我就是知道第二天她会被
被进行那样的一个处理，然后我就有点逃避，我就在，因为农村是楼房嘛，我在二楼看电视，然后我把那个声音调很高，但是我就听到下面有那种陌生人的声音，然后后面就是惨叫，然后我一直都没有下去。然后等我下去的时候，就是我奶奶已经用井水把那个地给冲干净了。我当时在办公室看到那个宠物殡葬师的那个新闻的时候，我就突然间想起了小花，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想起过她，可能就是因为一些保护机制，就是童年一种非常不愉快的回忆，她就一直没有想起来过，但是那天我就想起来了。干这个的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我心底对小花还挺内疚的。像小牛也是这样的一个机缘，小牛就是碰上了，就不得不救。当时是我在家里在做菜，因为我住公寓，就是一进门就是厨房，我在做菜，然后我听见公寓有猫叫，它就从这头到那头，从那头到这头，它一直在动的，说明那个猫是在移动的。然后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个流浪猫，然后我就想出门看一眼，我说要不就给点水，给点吃的。它就屁颠屁颠冲我跑了过来，跑了过来之后就是喵喵叫，然后蹭啊舔啊什么的。然后我当时看到它的眼睛，就是它有一只眼睛上浮满了分泌物，就是你已经看不出任何眼球、眼珠的那种形态了。到医院里去聊入病历，然后大夫说你好，主人名字，我主人名叫王一豪。那宠物名字，我说不知道。那你得想一个。然后后来我就想，就是因为我是骑着电瓶车送他过去的，就是小牛那个。然后我说那你就给他叫小牛吧，我感觉这个名字比较皮实。处理完之后，医生跟我说他的眼球已经完全溃烂掉了，然后他的眼珠已经没有了，他现在就是一个独眼的状态。当时其实是想着放在店里边养边找领养，但是就是人和动物之间的感情来的就是这么的快，然后就养了没几天之后，有客人说我想把它带走，我说不行，这是我们店里的啊。然后之后就它就是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员工。他是2006年6月份出生的，反正互相陪伴15年，走是挺难过的，但是觉得这15年过来，他也给我们带来好多快乐。这一生啊没得过什么病，这宝宝应该是挺省事儿的，对于我们来讲啊这很省事儿。倒数第三天的时候还吃东西呢，等于就是临终前的头一天就是什么都不吃了，也不喝了。一切都特别平静，到走的那天都是这样。下午的17点28分吧。也虽然有遗憾啊，就是挺不舒服的，但是终于人都要老去的，都要等明天。我觉得我能给他送走，也算是他一生当中也没白来我们家。在那个小纸条上也写了，我说如果有来生，我高兴。
以前我都会控制好小牛，我说小牛不要去影响客人，但是因为他太活跃了，他有时候一不留神就跑到客人那边去了。我那个时候就会去问客人，我说小牛在这可以吗？然后有很多客人就是都是笑着说，他们明明刚才还在哭，他们就会笑着说，哎，不会不会，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反而是一种安慰什么的，就你会觉得他们眼神中是有那种当然是有悲伤的，但是也有幸福的感觉。他和客人都玩得开，很多时候对于客人来说是一种安慰，就也挺好的，没有白救他。死亡不是终点，只要思念还在，其实都不算分别。我做的是宠物殡葬行业，送一个个小生命离开，虽然很痛苦，也见证了很多感动。我觉得可能是干了这行的原因，就跟医生一样，就是我们对于这种生老病死的那种，你说泪点也好，或者说我们自己感到伤心的一种阈值也好，它会越来越高的。但是不代表你心里没有感受，就是你会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，你会去和客人进行共情。我觉得自己干这个东西最值得的时候，就是客人跟我说，我本来特别难受，但是跟你聊了一会儿好多了，或者说我真的太感谢有你们这种地方，就是那种时候。然后就是感觉干这份工作，你每天都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那种向前进的动力。在这个不足20平的小房间里，承载着许许多多人的回忆，也寄托了我对小花的回忆。